网传演员嘎子离婚，小八岁爱妻出轨转移财产，本人霸气回应已报警。3月22日，嘎子谢孟伟首次录制视频，回应了这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婚变传闻。上个月，不少媒体都报道嘎子疑似离婚的消息，他们还在文中爆料，称嘎子的老婆与健身教练相交甚密，直指其出轨。不仅如此，婚内嘎子为郭珊珊购置了豪宅、豪车等，价值不菲。媒体还称女方目前正在暗中转移财产，为以后的离婚争取更多的权益。对此，嘎子专门录制了一则视频回应，他和老婆双双现身，二人否认了以上这些传言，称都是造谣。他决定正式起诉，并已经在北京报警。当年嘎子谢孟伟曾凭借《小兵张嘎》这部戏红遍大江南北，但不知怎么的，长大后的嘎子开始跑偏，时常做出一些争议性的举动，和潘长江的交情也成为大众热议的话题。除了正常拍戏之外，嘎子还热衷于直播带货，赚得盆满钵满。一家人不仅住在豪宅中，还经常晒出在国内外精致出游的画面，老婆郭珊珊更是奢侈品不离身，生活富足惬意。俗话说得好，宁拆一座庙不毁一桩婚。各位吃瓜群众还是谨慎吃瓜，不信谣不传谣，祝福他们一家幸福。